天才点到七七七，帅啊！帅七七七，我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帅的。要几时得了？音乐借我暂停一下。终究还是靠火影。终究还是靠我自己。七七七，刚来我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屌的男人。TFT 的那位要道歉了吗 ？TFT 那位确实要，确实是该道歉。这里绝对是屌到不行的，千百十进，而且双势力摆上去给人家看，上限还可以加强。你看我们第一点，摆上去给人家看，固定罪50%，超瓦出来直接，寂寞在超瓦，哇，现在还没寂寞，我们可以先玩一下。OK， 终于点到了，超，该超瓦了。直接超瓦了，都没人让我点几千颗吗 ？Simon Bra， 都没人让我点几千颗，该超瓦了。闭嘴啦，怎么可能现在直接超瓦了？靠背哦，超瓦了啦，超瓦出双加，没人在意。没有没有，不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现在超瓦。主播你这样算运气很好呀，3500颗，超瓦完再问，3500颗，谢谢。那个什么点几万颗的那些人 ，Goman。我今天的风不是我今天那个叫什么药剂师不见哎，药剂师献祭可以吧？药剂师不见，想看瓦尔时可以点几颗？瓦尔只能点一颗啦，靠腰、啊！是时候超瓦了，剧本没有没有没有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药剂师先点，我这个摆上去哦，我这个放到这边一定有人会密我，一定有人密，然后一滴。一滴 ，HiGFL 该超瓦了，两滴，不要超瓦，晚一点再超瓦啦。我们现在这样好还行啦，好啦，这个盾牌就到这里啦，其实挺好的啦，终于点到了，只是风衣补起来，衣补起来，衣补起来。